先生，我要接我介绍，我的名字是苏珊迪，我今年31岁，我身高150公分，我体重60公分，我结婚了，来有2个孩子，我经常回家，我现在高中毕业，我一间工作在新加坡2年，照顾阿妈中风。买菜、煮饭跟打扫房子，我会煮中国菜，好像蒸肉、蒸鸡肉、蒸猪肉、饺菜、饺面、番茄饺蛋，还有鸡蛋的。我会煮汤一点点，好像红萝卜汤、玉米猪肉汤、木瓜鸡汤，还有鸡蛋的。我会照顾老人、小孩跟病儿。我会讲国语，我会包几十公斤，我不管是公主，我不吃猪肉，但是我会吃猪肉。我要去香港工作赚钱，给我自己跟我的家人。谢谢太太，谢谢先生，再见。